我们请了高家，请了厨师。等到过年的时候给牛腿呀、啊，做两顿饭给一个牛腿太合适了，所以高家请的嘛，不做两顿饭也不合适。嗯，你家。Yes, I have a deep bitch. No, this doesn't matter. Shut some of the shoes. So, what about the shoes? Ah, what about the shoes? Then you can't. What's that? What's that? What's that?我弟都没来得及换衣服，他去玩马去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检测仪还是 B 超那个机器？啊，检测仪，它不是兽用吧？它是啊，兽用啊。麻烦您了，大晚上。大家好吧，大晚上跟大家见面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牛，从早上开始有比较奇怪的反应，就是起不来，起来之后马上就会倒下去，前两条腿就一直在那儿扑棱，然后也不吃东西，然后找了这个嘎叉的那个兽医叔叔来看，他说这个反应他应该是好像是有铁丝扎进胃里了，可能是。然后大晚上的让三舅从镇里头找了我们兽医过来，然后他带着检测仪，我们再看看。这一个多少钱呀、啊？一千多。我翻车了，一千，两千，2003个斤呢。开始检测了，那块没有。嗯？嗯。来着。没钱啊，我也带回来了。打留影。古筝呢？哦。那不长，不是长，它就是啊，就是对。哦，这个范围之内只要有。一米，它不是一米。一米。我这一米中，它都它都那么大人皮，今这个这个。暂时就是先不用插，有铁有铁，就这个瘤位啊，虽然厉害着呢，俺们人抬不着就把头啥，它不全都啥，它我这个吸的面积太大，对，然后它就那一块有，它也能啥，能有信号，对。那现在那能知道它是在大肚里还是在胃里？胃里。啊、我觉得他吃，这边是胃，就是，那边胃那出汗了，全都，这个多少钱？2000多。嗯。